什么吗？是长颈鹿。没错，长颈鹿的脖子长长的。不过，好像没有听过长颈鹿的叫声哎。长颈鹿的叫声？为什么长颈鹿都不叫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是一吗？因为声音太难听了，所以不好意思开口。还是二呢？装优雅，不想讲话。该不会是三吧？啊，他重感冒，失声了。才不是这样呢、啊！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长颈鹿都不叫？是因为声带退化喽。哦，长颈鹿的脖子很长，里面的气管也长，发声要比其他动物花费更多力气。不过啊，长颈鹿个子高，视线好，而且听觉和视觉非常敏锐，根本就不必用声音呼朋引伴，所以呢，慢慢的声带就退化啦。哦，长颈鹿甚至连生 baby 的时候都不会叫痛呢，很神奇吧？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哇，闪电！打雷了！闪电又打雷。通常看到闪电，没多久就会听到雷声。不过，为什么闪电后才会听到雷声呢？闪电后才有雷声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是一吗？因为闪电偷跑。还是二呢？雷公怕摔倒，需要闪电的光先照路，不然看不清楚。该不会是三吧？因为雷声猜拳输给闪电。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。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其实啊，闪电和雷声是同时发生的哟。哦，闪电和雷声是同时发生的，只是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每秒30万公里，要比声音每秒350公尺的传播速度来得快多了，所以啊，我们才会先看到了闪电，接着才听到雷声。哦，这样大家了解了吗？
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蜥蜴。没错，远远看很像是长了四只脚的蛇呢。不过你们知道吗？蜥蜴的尾巴会断掉哎。蜥蜴的尾巴会断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是蜴吗？切菜不小心切到。还是按呀。被拉断了。该不会是三吧？表演特技，但是失败了。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。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是为了要逃生哦。哦，蜥蜴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会收缩尾部肌肉，切掉尾巴。断掉的尾巴还会跳动，吸引敌人的注意，让自己有时间可以逃跑。之后，蜥蜴还会再长出新的尾巴出来呢。哦，非必要，蜥蜴是不会随便把尾巴弄断的哦。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鸵鸟。鸵鸟的翅膀还可以帮小鸵鸟遮雨耶。可是为什么鸵鸟有翅膀却不会飞呢？鸵鸟有翅膀却不会飞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是蜴吗？天气很热。翅膀啊，其实是扇子啦。还是按呀？那是鸵鸟睡觉时盖的被子。该不会是扇吧？哦，翅膀的毛都被拔光了，所以不能飞。呵呵，让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。妈妈，妈妈，为什么？因为翅膀退化了。哦，鸵鸟的体型高大，体重大约有120到150公斤，飞起来很吃力。慢慢的，翅膀的功能就退化啦。但是脚呢，却发展成可以跑得很快，时速可达65公里呢。哦。翅膀虽然不能飞，还是可以让鸵鸟在奔跑时保持平衡哦。